大家好，欢迎来到玄易陪你读，这里是一个实用心理学倍速学习两大类书籍的频道。我是领读人玄易，一个努力推广把心理学应用在生活当中的传道者。每次分享按照自己的习惯，除了讲述书籍本身的内容之外，我也会随时补充自己的心得还有看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在你的人生当中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人事物之后，你做了新的尝试，突然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就是让我们开启对于心理学认识的书。我觉得这本书提到的一句话非常好，人生 90% 的烦恼都能够用心理学来解决。它就像是一本心理学的目录，列出了许多心理学不同的门派，我们可以在观看之后对于有兴趣的继续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叫做我的第一本图解心理学。第一个部分，我想来聊一聊关于人际互动的关键究竟有哪些。我觉得一个部分很有意思，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自己对别人的期待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呢，我们认为自己在一个礼拜之内可以看完一本书，当我们自己真的对自己有这样子的期待跟认定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努力的去完成它，运用我们的时间，运用我们的体力，运用我们的各种资源，在这一个礼拜内把这本书给看完。这个呢，就叫做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待。然后呢，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毕马龙效应。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当在一间小学，一个班级的小朋友呢，他们全班的平均智商水准，就是刚好在平均值，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实验的时候，就是跟老师告知他带领的班级小朋友 IQ， 也就是智力平均水准比较低，可能呢未来在学业成绩上的表现会比较辛苦。当老师接受到了这样子的讯息之后，他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就透露了对小朋友没有那么高期望的教学方式，或者是说认为说啊，小朋友智商就比较低，那你们成绩就是烂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期望。最后到了期末的时候，小朋友的真实成绩表现真的就会比一般平均水准要来得低，即便他们的真实的智商是跟一般的平均水准是一样的。换一个不同的方向，同样是智商是平均的这一个班级，如果在老师接这个班级之前跟他说，哇不得了，你接的这一班小朋友个个都是天才，每个人都会有很好的学习能力，那么这样子呢，老师会不自觉的对小朋友会有很高的信心，会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常常用鼓励的方式教导他们，哇你们天天的智商都很好，所以你们怎么这样子一点就通，你们真的好棒，或者说啊，你们再加油一点，你们就可以学得更好了，因为你们就是小天才，老师以你们为荣。当老师用这种正面的这种期望的态度去对待小朋友的时候，在最后的期末表现就果真会比一般的平均成绩要来得更高。这个就是心理学上面大名鼎鼎的毕马龙效应，也就是我们对于对方的期待会影响到对方他的实质的成果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这样子认为，有期待有期望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刚刚讲的毕马龙效应是我们对于其他的人，那么其实毕马龙效应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怎么样子的程度。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越多，我们拥有越强大的资源还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去完成比较高的比较困难的目标，达成更好的成就。
所以对自己有更好的期盼，对自己有更好的目标，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我们的人生脚本是什么？最简单的人生脚本有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大的方向叫做我们是正向思考的脚本，对于事情我们都会用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它。另外一种脚本叫做负向的脚本，就是我们看待事情的时候都是用比较悲观比较负面的角度去看待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在公司的茶水间看到两个同事在窃窃私语，正向脚本的人呢，他可能就会认为这两个人很认真，在茶水间都还在谈公事，要怎么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负向脚本的人可能就会这样子想，这两个同事这样子躲在一起窃窃私语，是不是在说谁的坏话，或者这两个人是不是根本就是在摸鱼在偷懒啊。所以呢，不同的人生脚本决定了我们看待事情的态度还有价值观。培养正向的这种价值观的方式，在许多的心理学门派当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操作，而且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些操作方式就等大家实际的去研究各个心理学门派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些的操作方法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要来聊聊怎么跟身边亲近的那些人相处，特别呢是像是伴侣。书里面提到的理情学派，也就是所谓的理性情绪治愈学派，所提到的互动方式非常有结构，也非常的好上手。他们所主张就是跟亲近的人互动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接纳对方，每个人都会有优点，都会有缺点。所谓的接纳对方，就是我们欣赏他的优点，同时也能够尽量的去包容他的缺点。像我们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死党姐妹淘，他们跟我们来自于不同的生长环境，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情绪。所以在接纳对方这一点，也同时包容跟涵盖他们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想法。然后再来第二点呢，彼此之间能够很诚实的说出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内心心里话，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谈心。常常跟身边亲近的人多聊天，多谈心，真正的能够去了解彼此。在这里有一个人际互动的万灵丹，大家一定可以参考。我这么说好了，如果今天这一整本书你听完之后，如果只能记得一个重点的话，我会期待您可以记下这一件事情。人际互动的万灵丹就叫做随时的称赞跟感激对方。是的，随时称赞感激对方，让对方时常能够感受到我们总是可以看得到他对的地方，他好的地方。请千万留意这一点，称赞还有感激对方是人际互动的万灵丹。再来，良好人际互动的第三点，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呢，我们在跟对方沟通互动的时候，除了听对方的内容之外，我们也能够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怎么样做会比较有效呢？第一部分呢，就是对方表达他的意思之后，我们可以口头再重新整理一遍，并且讲出给他听。接着呢，表达自己的认同。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万灵丹吗？称赞、感激，还有自己的同意。对于他的这一些看法里面的某一些部分，相当的同意，相当的欣赏。在表达认同之后，接下来我们同时也加上自己的意见。你可以这样说，这让我想到了一些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想要
补充一些什么什么，或者呢，加上了哪些哪些，那又更好了。刚刚提到了跟亲近的人互动的四个原则，前面三个呢，分别是接纳对方，表达心情，还有展现自己的观点。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支持对方的梦想，并且允许犯错。请特别留意这一件事情，这个在心态上面非常需要去理解跟包容，叫做人跟人之间没有所谓的应该。什么叫做没有所谓的应该？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对我们好，或者说一定要给我们正向的回馈。也就是人跟人互动的时候，对方没有一定要为我们做什么。当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跟人的互动自己就会轻松很多了。放过自己，也饶了他人，支持对方的梦想，同时也请放下应该这两个字。接下来我想要聊聊这本书提到关于 NLP， 也就是神经语言程式学这一门心理学派的介绍。书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叫做有效比有道理来得更加重要。在这里呢，我自己对 NLP 非常有兴趣，所以呢，我学习 NLP 大概也十多年以上的时间了。作为一个 NLP 的投入者，我会这样子说，NLP 会有非常多的心理调整的一些元素跟元件，而 NLP 里面的非常多的操作招式都是透过这一些元件组合运用起来的。在书里面呢，提到了三个蛮重要的 NLP 元件。第一个元件呢，叫做次感源。次感源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马上就会懂了。如果我要请大家想象一个你觉得很放松的场景，有的人可能会想象在夏天午后的海边，躺在躺椅上面，在树荫底下，很舒服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脑海里会想象夏天海边的看到的视觉的画面，还有呢，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会有海浪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海滩的游客在玩，在嬉闹的声音，同时你可能也可以想象得到在海边有海风吹在身上的这种舒服的感觉，甚至呢，你会想象在夏天的海边喝一口饮料，冰凉的饮料进到嘴巴，然后进到你身体里，那种凉凉的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刚刚我所描述的在脑海里想象所产生的这些视觉画面，所想象的这些模拟听到的声音，或者是想象身体所感受到的各种感觉，这些内在想象模拟出来的这些感官就被称为次感源。我们可以透过调整次感源来改变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理的状态。第二个 NLP 实用的元件呢，叫做心锚。心锚最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所谓的情绪开关。举个例子来讲，可能你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里，然后看着家里的宠物很乖巧很贴心的跑来迎接你，你看到家里的宠物，你总是觉得很开心，所以宠物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开心放松的心锚。当然心锚有很多建立、植入还有应用的方式，这个等大家深入研究之后就会更加的了解了。再来第三个 NLP 的基础元件，叫做结合跟抽离。结合跟抽离呢，用最浅白的话来讲，结合就是身历其境的去感受它，所谓的抽离呢，就是站在第三人旁观者的角度，置身事外，客观的去看待一件事情的发展。当然 NLP 的基础元件远远不止这一些，当你越深入的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各种元件所组合出来的各种运用，还有延伸出来的各种变化，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它对人的身心状态能够调整的速度
相当的出人意料之外，相当的快，会让当事人相当有感觉。在书中第159页提到了一个叫做防弹衣的方法，让我们在心理上能够建立起一层所谓的保护层，这是我觉得超有效的私房招式之一，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其中的操作方法。再来呢，我们许多人现在都正在职场，都在社会当中打滚，在面对职场社会当中各种复杂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让自己过得更好呢？第一个呢，大家很常会遇到所谓压力这件事情，在面对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排除，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呢？我把书中所提到的压力处理方式整理成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时间管理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重要性都一样，一定有一些事情是特别重要又特别紧急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事情的优先顺序去把它去区分出来，先去解决那些优先程度特别高的事情。当我们把优先顺序区分出来之后，压力也就会缓解。第二个方向呢，叫做心态的改变。举个例子来说呢，很多人可能在上台之前会有心跳加快，然后可能会觉得手会发抖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是一个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呢，有的人会把心跳加快，然后会把手发抖这件事情当作是他很紧张，当他心里想着他很紧张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紧张。另外有一种人的心态想法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心跳加快，然后手会发抖，他会把它解释为我现在很兴奋，我要跟台下的大家来做分享，所以我很兴奋，我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迫不及待的想要通通讲出来。所以同样的心跳加快，手发抖，不同的人去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跟结果。面对压力的第三个方向呢，叫做身体生理的调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呢？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运动。当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透过运动的方式可以很好的去帮我们去疏解压力，特别是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脑内的化学物质，例如说像血清素之类的分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进入到一个更舒服更放松的状态。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些，例如说像是做做瑜伽，听听音乐，泡泡澡，做个 SPA， 或者呢，有的人会一些静坐冥想的方式，这一些也是透过生理身体的方法，让我们的压力指数下降，让我们能够变得更轻松。面对压力的第四个方向呢，就叫做多多跟人接触，透过所谓的社交互动，或者是说透过社交所得到的一些人脉资源，实际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或者是社交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慰藉，温暖的感觉，来让我们可以觉得更轻松。关于在社会职场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想这个可能蛮多人会忽略的，叫做人都要有自己的安全基地。无论你已经是大人，或者是你家里有小朋友，都请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地。举个例子来说呢，很多人在遇到挫败或者是心理脆弱的时候，会躲到外面的咖啡厅里去放空。在这个安全基地里面，你会感受到温暖的感觉，你会感受到放松的感觉。所谓的安全基地呢，就包含了我们对于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在那个空间里面，我们心里面可以想到一些什么样让我们安心的事情，甚至就算是放空放松，那也很好。如果在咖啡厅里，可能就是咖啡的香味，喝着有热度有温度的咖啡，然后听着咖啡厅里大家在谈话的声音，还有在咖啡厅里温暖的感觉。无论如何，请尽量找出
至少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地。当然这个安全基地有你很亲近相信的人，那又是更好的。最常听到的例子，那就是妈妈的怀抱。关于这本书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如何去培养所谓的幸福感。其实所谓的快乐幸福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成短期的跟长期的。什么叫做短期的呢？就是很热的夏天吃冰觉得很爽，然后觉得身体很愉快，这个呢就是短期的身体方面的小确幸。那怎么样叫做长期的呢？根据阿德勒的心理学，所谓的长期的幸福感，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们自己能够获得成就感，并且可以感受到我对其他人是有贡献，是有价值的。特别补充一件事情，当我们感受到幸福快乐的那一瞬间，请特别全身心投入的去感受它，放大那样子的感觉。如果你懂得 NLP 的心锚的话，也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幸福快乐的心锚，以后随时取用它。请记得尽情享受幸福的当下，你会过得更幸福。请容我再提醒一次，这本书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心理学门派，如果你对于其中的一个门派特别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更深入的去研究它，因为这本书就是你的心理学入门启蒙书。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我会说图解心理学不止好懂，而且让你轻轻松松走路有风。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本图解心理学这本书。我是寻意，陪伴大家寻找你的幸福如意。我们下次见咯。